看家的一只小苹果了。都是个团子辣椒，那就你这还。宝贝，再来看看北极熊。北极熊是白色的，在这里只有北极才有啊。水上漂了的啥给它吃？是肉吗？不吃了？啊？你要的，你又不吃。走。奶奶送走了，你看，你看，走，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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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，那大了。